这样。它其实空间一样大，只是它弄七人跟九人这样。行李箱，但它行李箱就小很多，直接变超小，就是给人坐了而已。啊，所以它应该很宽敞。对呀、啊，不然你叫 CEO 挤九个人在里面坐。你说 CEO 不会有什么货物啊？哦，哦，哇 ，CEO 很重哎、欸，最重，两吨多。怎么还